前段时间刚从广东买回来。前段时间刚从广东买回来。因为我去广州那边玩，然后朋友就介绍我，他有个朋友开一个厂，然后就去到厂里面去看了。他说这玉反正戴了对身体有帮助嘛，然后价钱他说优惠给你的，肯定给你优惠价了。是啊，然后给我优惠价没错，但我因为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所以的话我想过来请教一下，就是曹老师看这个到底是不是 A 货。因为我们知道玉的话有 A 货 B 货嘛，但是我是看不出来。这三件东西啊都是你一个人的。对，三件东西我想问一下，是同时在一个商店买的吗？同时在一个厂。同时在一个厂买的。对。那就是说呢，就是这三件东西呢就是相差比较大，是吧？就是这两件呢，可以归于一类。这两件归于一类，这一件呢可以单独归于一类。这个玉器啊，现在呢也是老百姓家里面的日常日用品，相当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一上公共汽车，我见很多女士手上都戴手镯，不戴手镯的我还很少见到了。对。啊，为什么呢？这说明现在呢，就是说呢，人们生活富裕了，玉的开采条件扩大了，规模大了，产量大了。这个反正真的假的人人都有份儿，但是呢我觉得每一样东西最有发言权的往往我觉得也不一定都是专家，是消费者。比如说我一件日期都没买，你买了一百件了，那你可能比我厉害。为什么呢？你九十九件吃亏，最后一件肯定是真的，因为你从里头那损失太大了。所以说很多都是久病成医生，往往就是这样，病久了成医生了。我不病了，我不知道吃药吃什么怎么吃，对吧？就是咱们先打个比方，就是先说这一件呢，挺美的，是个新，玉器，是个新的，共是新的，这个不存在，它是唐宋元明清，不存在，是我们现代的一个玉器。因为它这个做工的手段，颜色包浆，我们就是这么一看就感觉到特别的鲜亮，鲜亮，对，又新鲜又亮泽，它有光泽非常强。我觉得呢，就是说呢，这样一看我们这个是个新工艺品，是新工艺品。然后呢迎着光，就这样拿着迎着光细细一看，有时候不需要多大的放大镜，你就用天文望远镜也不行。就是说真东西一看就是真东西，假东西有时候它有很多方面是有问题的，不需要拿个显微镜在那看，有时候也不需要，但是呢有时候需要。这一件呢就是说荧光透视，可以看到它的实性，就是石头本身的性格是什么性。你看它有一绺一绺的这种石根，色根有石脉，有石脉，你看它有石脉，从颜色上看有浓淡，一条一条的， 对吧？对。而且呢里头有一些点，一些黑点，絮状黑点，然后呢就是手感，它的重量配合它这个大小，感觉重量是合适的，重量是合适的。我从这一点我可以判断了，如果说你判断不了，有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放大镜观察它的结构，观察它的结构。我判断呢这个呢是一个真玉，缅甸玉，翡翠级的，翡翠级的，应该是翡翠级的。但是翡翠不一定都是绿色，翡翠是一个印度的一个标志，七度以上都叫翡翠，它是一种印玉的通称，印玉的通称，不见得非得是绿色才是翡翠，白色也可以，这种颜色也可以，也可以叫翡翠，是一种印玉的通称。就是说呢这个呢，就是现在呢我没有测试它的硬度，但是呢我感觉到它这个颜色呀应该是缅甸玉那一块的，因为呢目前有品牌的玉，和田玉、秀玉、都山玉，
这种啊就是翡翠、缅甸玉，这个我们呢就是说呢，脑子里面呢看得多了，因为品牌嘛，有品牌嘛，就像那些燕的中华燕、大熊猫的，这一看都知道那个燕有品牌，对吧？那些又没有品牌的就不用说它了，因为那时候有本地玉，有时候很难搞，对吧？这个呢就是总体感觉就是缅甸玉翡翠级，印度达到翡翠级，雕工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比绣啊，是一个是个深浓是浓类的，穿了一圈钱，雕工很细，漂亮，漂亮，这个呢，有赏玩收藏的价值，市场价值呢，像这样一块呢，如果在大排档呢，可能卖个700-800块钱，如果在梦之岛啊这种这个百货店呢、这种有名气的地方啊，可能卖个2-3千块钱，就是在五星级酒店它都贵，在一星级酒店它又便宜了，没错是吧？对，因为这个价钱它就是环境不同，价钱不同，今天你坐在我这儿是免费，你到中央电视台可能要你10000块钱，没错，为什么呢？它这个桌子腿它值钱，好，这个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好吧？谢谢。然后咱们再说这两件，这两件呢，就是说呢，刚才呢有位，朋友拿这个电筒啊，透光照了，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不破坏这个藏品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办法。当请你观察荧光照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有颗粒感，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它不够细腻，不够致密，就是说一块好玉我们照它，你感觉到它没有颗粒感，像一汪清水一样，像一汪清水一样，它中间没有丝毫的空隙。而这两种啊都是一个类型的，这两种呢有一个通俗的名称叫马来玉。马来玉，什么叫马来玉呢？就是通过，就是石英石，不是玉，石英石。石英和玉的区别就是石英的硬度不够高，密度不够大，不够细腻，光泽不够玉强。它就跟玉还差一个等级，它是石头，玉是玉，玉是石头的美者，石英是普通的石头。这个呢？就是马来玉，就是普通的石英，着色上色，这个色呢也有可能是自然的，因为自然里界里面也有绿色的石英石，绝大多数是人工上色，人工上色，它的目的呢就是迎合那些喜欢翡翠，绿色嘛，绿色是最贵的嘛，对，全世界，但又买不起真翡翠的，这个呢可以拿来使用，这两件都是这种作品，马来玉呢，这个呢等于是项链，像这个珍珠项链，这个是马来玉项链，这个是108克，多少克？我没数，你数了吗？60几克吧。60几克。我也没细数。60几克，我感觉到这个。108克。没有108克，但是好像60几克，这个就是，这个不管它，这个跟我们这个没有关系。收藏价值不大，市场价值呢，这个呢，也就是，100块钱一类。这两件马来玉，这一个好东西，这两件可以赏玩，没有收藏价值。好吧，好，谢谢你，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市场上经营的翡翠种类按真假等级划分，主要有 A、B、C、D 四等。A 货翡翠的原料及成品全为真品，没有一点人工作为，货真价实，既是天然质地，也是天然色泽。B 货翡翠将有黑斑，俗称脏的翡翠，进行物理修学的处理，去掉瑕疵，增加透明度。通过处理已破坏了翡翠的结构，降低了它的质量，改变了它的一些光学及物理性能。
免疫中的 C 货完全为人工注色，而 D 货即仿冒品。鉴定玉的品质有六条标准，即色、透、匀、形、敲、照，可通过以上的六条标准来简易的鉴定玉器的等级。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呢？这个是孙子兵法，孙子玉。乐器吗？不是乐器吗？知彼知己。我去年我回西安，我是西安人。西安人。回西安的时候，在我们附近的街市上见到有摆卖的，我就看了一下，我觉得它应该是文物之类的，觉得应该挺有价值的。对，我就把它买下来。就在西安的市场上，就是您淘回来的，可以这么说哈。是去年的时候。对。去年的时候买，那这个。我看一下，您自己认为它是，这是一个简，但是呢，它应该是玉制的，那具体什么玉我搞不清楚，因为听它的声音是很清脆的。上面刻的呢是《孙子兵法》的一篇，那看这个字体，我当初买来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孙子兵法》，我都不认识这些字。后来就查阅了很多资料，那从看这个字体好像不是秦汉以后的字体，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年代会更远一点。那您当时就是怎么判断会觉得它会有一定的这个价值呢？因为我以前搞过品质工作，品质检验啊之类的，我看它这个磨损的程度，还有这个就是自然的这个老化的程度，应该不是仿造。应该不是仿造了，确实是挺漂亮的一件藏品哈。那刚才这位先生有看过是吗？这个藏品。看了一眼，您我不大懂哈，看了一眼。您怎么认为的？我认为是玉。你也觉得是玉是吗？我认为是玉。是不是墨玉搞不清楚？那大家好像都觉得是。听声音哈，声音是很清脆的。行，那下面我们给曹老师来看看，看他是什么时代的。我个人认为两点可以解决问题。第一，看做工他是怎么做的，因为古代做工和我们现代做工不一样，差得很远。古代没有电，对不对？电是1900几年，对吧？20世纪初发明的，这个咱们都学过。第二呢，就是这个字体，这个字体是不是古代的字体？当然了，字体可以模仿，这个做工也可以模仿，对吧？如果全部都模仿完了，找不到一点的毛病，那我们可以断定它是古代的，因为你找不出来毛病嘛，对不对？现在呢，就是说呢，第一个我们看做工呢。我觉得呀，这个做工啊，重点看穿孔，重点看这个穿孔，看这个穿孔。古代的穿孔是用砂推的，用一粒金刚砂，然后用竹管放水磨推，这个呢叫做钻孔。如铸如磨，如切如磋，如铸如磨，如切如磋。古代是不是现在跟着呼进去，这可能不行了，对不对？那古代没这个东西，古代做玉的都是这样的。那么呢，钻出来的孔，它的特征一定是，首先是有一个进去的线槽，但是这个线槽也有可能在孔扩大的时候被吃掉。首先是有一个线槽进去，但是接下来它是越钻后面出来的越小，就是一定有这么一个特征。一个孔大，一个孔小，这是两端的特征。还有一个特征，两个孔肯定都是圆的，不会一个孔是圆的，另一个孔是正方形的。那么呢，我们来看你这个器物的孔。很遗憾，你这个孔正好是四方形的。四方形。你这个孔啊，你看你这个孔，你这个钻孔啊，这个
你看这个钻孔，你这个钻孔，不过你这个线绑住，啊，你看这个也有崩的地方，嗯，看也有崩的地方，嗯，啊，也有崩的地方，这个钻孔啊，不是退煞退的，嗯，是电错的，是，哎，是电错的，哎，对。就看这个孔就知道了，因为正好断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你弄断的还是别人弄断的。就是说呢，因为很多古董啊，在到一个收藏家手里之前，已经经过了很多土专家的检验。这些土专家呢，不是破坏就是打烂，看东西，看胎呀，你比如瓷器它八个口啊。这个石头它打烂一点呢，他看看呢，因为土专家就是这样呢，他外面他看不清呢，他看里面的肉啊，啊，其实是破坏性的，都是破坏性的。但是呢，虽然是破坏性的，却是最真实的，啊，很多人家不要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看里面的东西了，已经打烂了，然后都有补上。就是说你这个呢，就首先从钻孔上看，你这个钻孔不是过去的钻孔。哎，不是过去的钻孔，对，不是过去的钻孔，这个可以请其他专家再看看。我看这个钻孔就是现代的钻孔，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再看这个字，就是说你这个字的形态，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字的雕刻呀，这个字的雕刻呀，首先它这个是等于是。这个字是小篆，不是隶书，小篆在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呢？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小篆，但是只推行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隶书，隶书占据了主要的文字书写方式的地位。这个是小篆呢，在战国时候呢也已经有了。你这个呢写的是孙子兵法什么什么的，对吧？孙子兵法呢就是春秋战国，对吧？春秋战国。但是这个小篆呢，你看这个小篆的每一笔每一画要看清楚，每一笔每一画在刻写的这个草中间都有崩口茅草，就是说这个我刻写这个槽，这个槽的两边毛毛草草，如果放大镜放大10倍，它就毛糙了，毛糙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是电刻，电刻过去它受力太猛，而在古代呢，它是推砂，它用一粒砂来推，受力非常的匀，非常的轻，非常它是。慢慢的琢磨，绝对不出现毛口现象，就是说这每一笔每一画的这个道啊，应该是很光滑的。对，应该是很光滑的，那直角，这是不可能的，古代是绝对不会出现这个直角，这个写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穿孔，对做工。不符合古典形制。第二，这个字的做工，字的凹槽、毛口，各个都有毛口，这明显不是古代做工的这种形制，是现代电气化做工、电气化做工。那么呢，我呢就其他的就不说了，包浆啊或者其他不说，就说这做工这个形制，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一个是现代仿品。现在仿品，然后呢，这个材料呢，这个材料啊，不是摸鱼，你看，是一种铁矿石。铁矿石。是一种铁矿石，它有。你可以摸一下这个吸铁石，它含铁，当然了，它不是纯铁了，它有一点细粒就不错了，它这都没有细粒了，对吧？它就是这个是一种，因为铁矿石是黑色的，
它是铁矿一种含铁的铁矿石割的，来进行切割的，啊，不是墨玉，啊，不是墨玉，因为这个呀，一般的都是用这种石头来仿墨玉，啊，墨玉，再一个呢，墨玉啊，在它的边角的地方是透光的，比如说这个棱角的地方它透光，因为玉是透光的，墨呢它细光，但是它还是有一点透，啊，还是能够观察出来，但是像这种石头就根本观察不出来，是石头含铁，铁矿石，切割成片，做的一个现代工艺品，好吧，好，就这样，好，谢谢，讲练习了。石简是我国战国至魏晋时期的书写材料，是用石头磨制成的狭长的石片，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简牍起源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使用更广，多用竹片制成，也有的用木片、石片的，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简片编连起来，简称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这个藏品，96年我去云南那个中甸旅游。哦，云南的中甸旅游。嗯，是在市场上淘回来的吗 ？OK。哦，当时的您淘回来的这个市场价是多少啊？还记得吗？是100来块钱吧。100来块钱，96年的时候啊，12年前。嗯。嗯。那您当时就是您为什么会就说？会选择买这样的一个藏品，因为这是佛，我妈信佛，嗯，所以说我就给她买回来了。你买回来觉得时候觉得它是什么质地的？嗯，我觉得是铜。您觉得是铜？啊，哦，所以说我想来鉴定一下是什么。嗯，想来看一下它是什么。嗯，好的，那曹老师来鉴定一下。你这个拿的是一个铜佛，但是铜佛呢，这个只塑造了半生，而且呢，这个形象啊，我不知道怎么说，为什么呢？我怕这个如实的说呢，可能你不高兴。啊，没事，你说吧。就是他的形象呢，我感觉到非常的不好。不好是吗？形象非常不好，为什么呢？这个你看他的嘴和鼻子下巴的搭配，给人的感觉是小娃娃哭戏憋憋那种感觉，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哎，你认真看，我觉得收藏一个佛，佛是万世之神，我们都非常尊敬他，对不对？佛在心中也好，我们去云冈石窟，去这个洛阳的这个云冈石窟，还有很多这个石窟啊，我们去看那些佛啊，还有一些博物馆一些庙里面的佛啊，佛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虔诚，那个面相啊给我们的感觉温和，非常温和，而且呢感觉它包容性非常大，就怎么看就怎么喜欢，就觉得人见人爱，就是这个佛的面相呢，在做这个佛的时候，这是个铜佛，是铜的，不错，它的重量什么的都，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疑问了，没有什么疑问了，就是这个呢，就是面相非常不好，做工一般，我觉得呢，如果说你要真是有心向佛，一定要请一尊面相非常好的佛，面相非常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现在也存在打假的问题，好多也是假冒伪劣。我刚听你自我介绍，原来买100块钱呢，现在呢，这个市场价也还是
这个样子，还是这个10块钱左右，那就就是说呢，一个佛除了有收藏价值之外，还有许愿的理解我心情的这种价值。比如说我有了什么怨趣，我有了什么不能说出的东西，在他面前祷告一下，一定要请一尊这个名牌产品的佛。哎，这个呢，就是我感觉到就是缺这一点，其他都很好，好吧？那就这样了，哎，不用谢，嗯，不用谢，嗯。鉴定古代铜佛可以从两方面入手，首先从款式内容上的问题来鉴别，其次从款式的字体、雕刻方法、一体字与简化字、避讳等方面，也可以成为判断佛像真伪的一个依据。收藏者若多具备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便可从刻款中发现作伪的漏洞。今天的鉴宝现场呢，可以说是热闹非凡，藏品丰富，我们嘉宾的点评也非常的精彩。如果您的手中也有一些藏品的话，不妨与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点击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